双人走过后来我孤单一个，彼时少年迷茫沉在心愿嘴，希望反背我有爱过，思念的风吹离离飞。首先，我们邀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福林，你这首歌足适合你唱诶，还是妈妈最了解孩子。你这首歌真的非常感动人心，太漂亮了。虽然无真喜欢的技巧，但是有真感动人。你这个年龄该表现出来，迄个单纯诶迄种感动，真的非常好听。谢谢老师。那个谢伯仪啊，我是甲你请教，你这个姓台语变哪念？阿公拢叫我，因为谢意玉嘛，讲谢意如。哦，谢意如，算是谢谢谢，所以你才叫谢伯仪啊。哦，这个就讲得通了。哦，谢，好来，你唱的这首歌呢，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有点勉强的，是因为你的高音，你的观音，我觉得有点惊。我不晓得是你的今天的状况还是怎么样，你的音域忽然间被锁在一个空间。听起来就是一个空间内底收掉嘞，无法度大肆的这样绽放哦，安尼展现出来安尼，无迄种开阔的感觉。我感觉今日是小可听到这个困难，但是整首歌下来还是一样很完整，你很卖力的把它演出，也是很棒了哈，加油。